我为大家带来一个传说中的魔术。这个魔术用德文说呢，叫做 Hocus Unmöglich Steigerkarte， 胡克不可思议的生牌术。它是100多年以来魔术界的谜团。今天我想邀请两位魔幻师近距离跟我一起完成这个魔术。刘威，大佐，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。Hello， 刘威，你好。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， 很高兴见到你。哇哦，你好，大佐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坐，大佐，你就坐左边好吗？我坐这边。哎，你就坐这边， okay. 刘威，请坐。哎，你确定吗？因为你真的没有跟我们蕊过。对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有可能会。当然了，就是需要这样嘛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而这个故事是从一副全新的扑克牌开始。大佐，请你帮我检查一下，这里是不是一副全新的扑克牌，还贴着封条。是吧？是的，仔细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新的？撕开，撕开，撕开它。对。哎，我来帮你。你看就没蕊过吧？对呀、啊，好难撕的，是不是？撕开它。好，力气很大，暴力。非常感谢，这是一副全新的扑克牌，还贴着封条。一般呢，一副普通的扑克牌呢是从两张鬼牌开始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两张鬼牌，而鬼牌我们不需要用到它，最后一张一般是两张广告牌，我们也会用到它。接下来剩下的牌你帮我检查一下，并且洗乱它，洗乱它。刘威，请用最专业的魔术手法展示一下这个牌盒是空的。最专业的魔术手法。啊，最专业的魔术手法、展示一下这个牌盒是空的。刘威啊，今天啊我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哦。哎，什么任务？非常重要，今天你一定帮我盯紧这个杯子里面的信封，不要让任何人换掉它。好， OK， 好，好，继续洗牌。我啊，接下来的事情呢是最重要的，我需要一张随机的扑克牌。为了加大节目的难度呢，我们选择两张随机的扑克牌。首先呢，扑克牌有四个花色，黑桃、红桃、梅花、方片。我请陈老师帮我选择一个花色，您用到什么花色我今天就用哪个花色来表演。红桃。红心呢有从 Ace 到 King 13张，我请冰冰姐和 Dr. Wei 帮我选择两个任意的点数，最好不要是 Ace 这么简单的啦，都可以。红心对不对？对，红心九。九哦 ，Doctor Wei， 红心四。对，三位魔幻师，我们之前有没有任何沟通过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真的没有。所以红心九和红心四是你们任意选出来的两张扑克牌。对。牌洗得够烂了吗？我都快把它洗烂了。洗烂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洗烂了我们用烂的牌来变。接下来呢，我把你洗乱的这副牌呢，放回到牌盒之中。请你轻轻地帮我把整副牌呢推回到牌盒之中，推进去，对，所有的牌，哎，推进去就对了。接下来呢，也是最难的一步。哎呦，最难的一步哦，我隔着牌盒，在不触碰到你洗乱的牌中，找到任意两张扑克牌，红心九 ，Watch。有一张牌会升起来，它就是红心九，哇哇，并且它可以在我的控制下回到牌盒之中。哦 ，Doctor Wei， 您的牌是什么？红心四，红心四，仔细看，红心四 ，Thank you。同时要连续升两张牌，真的很难琢磨。我相信绝大部分魔术师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大佐，洗乱的扑克牌，看看是不是洗乱的？是的。好，空的牌盒，检查一下空的牌盒。哎，你不要看这里 啊！你今天的任务是看着这里呀、啊。对不起啊。不要让任何人换掉这个里面的牌，不要让任何人换掉它。好 ，OK。好，大佐，我们继续，请你也随意的说一张扑克牌，任何一张都可以。都可以吗？当然了，就是随意一张都可以。梅花，哎，梅黑吗？梅花梅黑，梅黑，梅黑石。今天呢，我将用我的想象力呢去找到它。啊，我的想象力 ，my imagination。So， 你想象一下，这个是你的牌，任意说的一张牌，看得见吗？
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哦，仔细看。One, two, three， 一张牌落到了两张 Joker 的中间。您任意说的一张牌，它就是梅花十。你看着那个，你看着那个。你的任务是看着这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佐，请你帮忙将这张梅花十上呢，签上你的名字。哇，我也可以签名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问你要签名。怎么不要我的？因为你的任务是看紧这个，看紧这个。好，还有今天的日期，确保它是世界上。哦，今天的日期。对，确保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张扑克牌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今天叫 Happy Day。Happy Day，OK，、okay, Perfect。So， 请记住这张扑克牌。OK， 记住这张扑克牌。我把它放到两张的鬼牌的中间，你可以清楚的看见了这张牌的正面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见这张牌的背面，对不对？是。对。好，现在 Watch here。签名的牌瞬间移动到我的右手。大佐，是不是您的签名？是。是吗？这张牌不仅可以穿越时空，我指的是瞬间转移，而且它可以穿越时间。不仅这一张，所有的牌都会穿越时。你看到这是你洗乱的牌吗？哦。在接下来的三秒钟的时间里，所有的扑克牌都会回到新牌的顺序。仔细看，只剩下最后一张。两个连招，观众就懵了，整个傻掉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从一副全新的扑克牌开始的。在杯子里面，我们有副全新的扑克牌。大佐，请你帮我检查一下，这是不是一副全新的扑克牌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因为这就是一个时间的回转呢、啊。你看，我们又回到了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一副全新的扑克牌，还贴着封皮，是不是？一副全新的扑克牌呢，它一般呢是从两张鬼牌开始的。好，正如我所说，它确实是从两张鬼牌开始的。真的耶！然后是你的任务是看好它，Ace 到 King，Ace 到 King，Ace 到 King， 回到了新牌的顺序。哎，只有一张牌。翻过来，还记不记得你任意说了一张扑克牌？还记不记得你在这张扑克牌上签上了你的名字？是的，它就是你的牌。别闹了，它就是你的牌，是不是？你的牌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的牌是什么？我的牌是黑的梅花十，你看，变成了箭头。它指向哪里呢？它指这里啊，它指这里啊。有没有人换掉过它？没有啊，我看得很仔细，我都贴上了，都贴上了，没有人换掉过这个信封。怎么可能呢？你签名的扑克牌，不可能。里面只有一张扑克牌，还记得这是一张什么牌吗？草花石吧？对，是吧？黑的草花石。最重要的是，上面有你的签名。黑色的草花石，是不是您的签名？是的，上面有写 Happy Day， Happy Day。 So， 其实呢，即使所有牌回到了新牌的顺序，红色的扑克牌，红色的牌盒，但是这只是魔术师制造的幻境而已。其实我们这里只是一副白色的卡片，并没有正面，也没有背面，两面都是白色的。天哪！而你签名的这张扑克牌，这张草花什么来着？十。十啊！它也只是一张白色卡片而已。我在他眼前都看不到，甚至连这个牌盒也只是一个白色的牌盒而已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illusions.Thank you， 谢谢大佐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